哇 ，OK 吗 ？OK 哈，只是真的很久没有表演这么长的时间。是，因为啊，平常看到伟杰可能都是演戏居多，然后我们知道他骨子里其实就是很喜欢街头音乐，然后是 hip hop 的曲风。因为现在这样的曲风已经越来越主流了。对对。